朋友们，吃凤梨啊，枝上吃蛋，树上熟的。看一下，这样的凤梨啊，在你们那边呢、啊，最起码要二三十一个吧。今年我们产地大丰收，我们就便宜卖。你们看，全是这么好的品质，你们想吃啊，帮忙点个小爱心。哇，我就过来小红车，真的是太甜了。